封神终于都六了。哎，通理，我可以问你，到底刷了几？你刷了几轮啊？通行证的轮数，感觉你应该也好几，你有记吗？目前神话造型有三个系：一般造型、蓝色造型跟搭配头像光系列，对吧？你看我为了这个，我连头像都换蓝色。来，哦哦，又猜中了，同学。刚刚困难到80，恭喜你。好了，拜托啊，我不会再出塔尔了。这一局也认真。没事没事，你就抢啊，记得该做的要做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就。剩下就交给命运吧，然后希望不要断线。团队副本打得好吃力，没事没事，你可以先问问看团里有没有人在打，对，看一下。对，今天团副啊，记得打，蛋王没打掉，那也算过了，也算到80。小心闪退，目前还没。对面有一只紫色，超尾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最后，哎、欸，我刚才忘记最后数字是多少。通行证才9轮，9轮就可以了，真的假的？还说其实你的运气算很欧啊，9轮哎、欸，有点小于我想象中的数字哎、欸。啊，完了，这一只亏。对啊，有点小哎、欸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嗨，红中早安。每天基本上都有追，没猜中过。没事没事。总会猜中的，总会有猜中的。然后是主播有刷影片吗？请问你是？你说你有传信息给我的对不对 ？Gmail 困难81755有数，我应该随便打了吧？现在还有人打团队副本吗？你说那个阿弟吗？有啊，不打我还是会踢啊。九轮干嘛？就是9轮的通行证，对，9轮通行证，那个通行证超香的。6轮就双5了，我也快了。主播安安，海飞，帮你找我骗了100抽什么？三冠券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我还没有要代抽代开，然后拍的意思。对，我目前还没有，目前还没有，对吧？除非我自己了，不然的话我还没有要抽，想说就对啊，还没有。双神同等级都算是运气。我猜中一次，但进去一次，大头雷，哪有？拜托，绝对不是我雷，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，谁的错？劝你再说一次，不然到时候我就直接放着不动。DC 新角色的困难通关 ，DC、欸、那我还没收到，你传给我一下好了。请问你哪位？你可以再跟我讲一下吗 ，Famer？ 今天花了5小时剪完班恩头像，开心。分配好几分钟都没配到，重刷一下，他可会卡住。一轮290，对，一轮290。怎么9轮不止通行证，代表他九打了9×100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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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可是通行证不影响你打的次数，哎，对，还有钥匙，对，你有可能拿到钥匙。怎么刷通行证？第一轮50了，要氪金，对，要氪金才可以把通行证刷掉。对对对对对，还可以换一个，还可以换一个。我觉得金库比喷高才是运气啊。真的不能不遮吗？不遮至少我有机会，遮了目前还没进去过。反个反了吧，同学，反了吧。我通行证5轮3神就已经12了，香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我中了10倍还没买妈妈，刚中了10倍我没买的妈妈，这样算爽啊，也可以啊，反正就只是省3000赚。Popcorn 有解过平行时空的蓝斯洛特吗？什么意思？平行时空的蓝斯洛特，我刚撕你了哦，你的名字哦，收收收收收，有哦，有看到了哦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啊，还没上还没上，还哦不也不一定会上，哎、欸，但是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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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我觉得你那很早就传给我了，我晚上还跟你说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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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然后我们这边是不是要狙了？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有一点危险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，又打在这了，是很帅啦，是很帅啦。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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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有没有极限。先出一只鸟 ，OK。嗯，
不遮我就很好抢。对，我就是要说，欸，我也不是在针对那些抢很快的人，但是我还是跟你说，遮一定是对多数人是好的，真的真的真的，遮绝对是对多数人是好的。蓝斯手上那把越看越像，就帅啊，真的帅。哎，Raiden Dice 就该这样了，好吗？真的哦，出那些什么造型，出了多久了？只有怀旧造型，真的是很烂。我也不想买妈妈，她好丑。哎，会不会哪天她的造型都帅到一个烂掉？等一下，我慢慢来。我没有那个呢，怎么办？我觉得龙的造型应该有点帅，龙的造型会不会跟蓝斯是配在一起的？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这么早给我，他妈的先出不管了，五分钟的时间应该够打掉吧？老虎哦，有出老虎哎，靠杯，那我就不用出班恩了。看这个情况的话，我应该要出球棒，球棒哦。如果他跟那个海贼王联名。龙的话是那个谁，突然想不起来，等一下再说，等我一下，好，先这样，先这样，我把老虎留下嘛，你把老虎留下，你帮我加攻速，对对对，你帮我加攻速，球棒一只就够了，对对对，听得出来石头在说什么，有说我你也敢惹，还是什么的，龙会变哥吉拉吗？那感觉版权很贵，那个造型可能要3290，彭巴现在能做什么？耍帅。我等一下再把它放进去，我先放在外面敲一下。对，凯多啦，凯多啦，突然不知道讲什么。真会赚钱，先造型先三神，真的。Raiden Dice 已经不是那个 Raiden Dice 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很会要你氪金，还是对，还是说我你惹不起啦？到底是哪一个词呢？其实我也没有听得很仔细。要爆吗？应该是稳了吧？外面球棒，里面班恩。等一下不够球棒再塞进去打，应该可以。一般56264140一般433433困难，一般球加速3789挂台，谢 This World。老翔说之前看你的影片，这是第一次跟到台，真的假的？嗨，老翔，早安早安，还是老宇，对不起，我的退群的那边的聊天室我会看的比较慢，会超慢。哇，老实我跟你说，哦，这个大天使真的是，不是啦，同学，你那个蓝斯你要放那个球棒的位置，老虎太多只了，太多只了。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不是不是，你放错位置，你那个老虎放在我球棒的位置，球棒的对面，球棒的对面，对对对，这样的话我才可以被你辅助到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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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样的话我的攻速才会上去，而且我没钱钱了，对我超危险的，怎么办？而且我又没青蛙，什么都没有，哇，没权没势，这能打吗？没关系，打到多少是多少，打多少是多少，我加油。没有纯新手，没事没事，人嘛，谁没新手过？我们也是新手，这样子走上来的。不开加速吗？先别吧，这个开加速我觉得超危险的。好像没招可以用了，弓箭，先出一只鸟好了，又一只蓝丝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没有那个了。52先清掉 ,OK。好。有看到彭巴一拳1亿吗？还没看过。你说他上面的真伤是一拳1亿吗？我们现在打王还没问题。该吃掉还留着，看你版面。应该不用吧。不用吃啦。对吧，留着比较香。好 ,OK。游戏还是好卡，对啊。出一个大富翁 ,12 阶。有没有水水又一只三只蓝丝，会不会有点太多？球棒可以下去了。球棒没有用了。金库加喷钱币100万就有了。100万。怎么被你讲的好像很简单？
确实好像也是很简单。对，那、啊、就那样子就有啦。感谢我们的子林，希望这些口口可以让大头继续做。哎、欸，你要适度啊，同学。哎、欸，口口是可以做到这种事情，没错。但是不要因为主要这种事情而抖口口。对，适度啊，子林，适度啊，适度啊。感谢子林的宵夜钱啊，不对，应该要说医生费，哎、欸，看医费用，哎、欸，最近应该看得出来我鼻音超级重吧？我觉得我的鼻音真的是重到一个烂掉，真的。青蛙王子的梦都遗忘了吗？干，青蛙不出啊，不出青蛙啊。感谢我们的子林，哎、欸，你们知道现在抖内可以回应吗？你们可以按那个回复，然后去回应子林，这样的话。就只是比较特别的，好像也不能干嘛的，就说对，就酷而已啊！你们可以除了按赞以外，你们可以回复这则抖内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对啊，你说能干嘛吗？就比较醒目啊，就是可以666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就是可以溜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爸爸被标示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我都知道，跟你讲，爸爸。他们抖内也不是要求什么，哎、欸，如果抖内就赞助实况组以外，如果你能回应一下，没有爸爸就会觉得哦，干被抖人还可以这么爽，哎、欸，那感觉很不一样，哎、欸，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会看到那个他的标示出现在聊天室上面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大概就这样子吧。老实说我，对，应该就是实质用途，应该是这样，实质用途就看了爸爸看了也会心情好，对对对对。所以不错啊，哎、欸、，YT 有在进步，哎、欸，也感谢，哎、欸，但是适度抖内好不好？对，抖内确实是可以让我进各进驻你，但是就也是适度，千万别为了这个而刻意的去抖内，因为毕竟你还年轻，哎、欸，等你年变长大了，再抖也不迟，哎、欸，对，我出这个，我现在真的觉得有点危险，现在搞成这样子，好像我快爆炸了，老实说。我伤害多少好像也不高哎、欸，20几万而已，完蛋了，没青蛙哎、欸，全部都蓝丝哎、欸，哎、欸、这一局赢了应该可以开一支片哦、喔，这一局赢了，三只大天使砍 boss 看起来超中二，其实我们在玩 Devil 每块，有青蛙、欸，我跟你说，你有没有办法多出控制？我控制这边好像是没机会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现在要出的是那个猫咪，我要把我的猫咪辅助上来，让我的回魔快一些些，这大概是最后的希望了吧？感觉要叫青蛙好像也没有啦，也不能说野啦，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片的内容，对，对，这是一个片的内容。竟然都出蓝丝了，留钱是不是没有意义了？要的是拼攻速嘛，对不对？有弓箭，有这个有水，这个等一下再说。你这局我看到中风，竟然一只青蛙都没有，一只青蛙都没有，哎、欸，一只都没有，哎、欸，有机会，但是先把它存进去，哎、欸，剑，哎、欸，这个不用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升级一下，我升级这个好像有用吗？好像没什么屁用，哦，给我一个水吧，欸、有炸药哎、欸，我炸药应该留着，炸药先留着，这个再卖掉一只，给我斧头也可以啦，加攻速也 OK。我也蛮需要的，这个先不用了，这个先不用，这个没有。如果能够单靠三只蓝丝，就把王给清光。青蛙先加攻速，好啊，让我拍支片。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我还在想影片怎么拍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危险。然后是嗨小冷，早安小冷，现在是第60回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再给我一只猫吧。再给我一只猫吧。猫 ，OK， 好，三只猫，才只有三只猫。然后控制打在这里，好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如果这样子能过，就嗨喽。真的真的，这样子能过就嗨喽。这边带一个控制，攻速多少也没有很高。恶魔先离开，这个也先不用。好。那两只蓝丝怎么在互砍？哎、欸，超帅，真的是帅到一个烂掉。鸟，有没有机会再加攻？再加一点攻速？
出好多老虎，不用太多。哎、欸，好，可以。我想一下哦。哦，这个老虎，你有没有办法？老虎，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就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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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对，一只二，对对对对，我刚才在想这件事情。还能干嘛吗？嗯，好像也没事了，能做的事情不多。拜托拜托，这样能不能过？三只蓝丝，应该可以啦。理论上，我的回魔只有二百二，蓝丝有升吗？都升满了，理论上应该能过吧？理论上，理论上，攻速 2.11 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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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我的了解中，应该可以吧？再加一点攻速，再加一点攻速。好 ，OK。那这里没有青蛙，先继续留着。攻速65%，所以我们既然出蓝丝了，伤害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55万有点可悲，我都是靠他技能在吹，靠技能在吹啊，就这样啊，没了，存钱，对吧？220的回魔，还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金鸢要吗？蓝电吧，金就卖掉吧。你蓝电也出了。然后放在这几个位置，对对对对，放在这几个位置，对对对对对，可能会多晕一些，就是只要怪物走过去了，我们这一局应该就爆了，对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感谢我们的紫菱加入咱们的小 P， 全新的小 P， 蓝丝这么帅，大头又解头下动力吧，哎，干他妈真的帅，真他妈帅，中二魂都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中二魂都起来了，不要跟我说11等过困难，这样我一个15等50关都没办法过。要上 YT 了吗？还难说，难说，难说。我先往前砍一刀，好，再过来砍一刀，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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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好，两刀下去 ，OK，OK，OK。OK, OK, OK 哦，哎、欸，哦，这个蓝丝让我有一点中二魂，真的。先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球棒就在里面吧，放着别动它。球棒的伤害在这里更可悲。哦，可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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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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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是回魔好慢哦，十倍神话是什么？你招募卷会出神话，然后如果你十倍，你有中神话的话，直接乘以十倍，一只就等于十只。对，就是该做的要做，抱大腿都能过。哎、欸，不要做，不要做太不能够回，不能够回天乏术的事情都能做。不要想着老想着上 YT， 先过这一关再说。YT 是上 YT 是之后的事情。我想想看你还能干嘛，我这里是啥都不能干了。我想想你还能干嘛，你也不能干了吧，你都满了吧。你后面的树人可以卖掉了。看有没有机会再召唤出一个蓝一个紫电吧，你的紫电这边只有一只。对，你再召唤出紫电，你这边紫电太少。你这边紫电太少，你这边紫电太少。再一只再一只再一只。对，而且我的钱超少哦。这验证了一件事情哦，我跟伤害无关哦。我完全都是靠着蓝丝的趴上在搞的哦。对，我的钱妈超可悲哦，3万多块而已哦。对。三万多块而已、喔。升级蓝针跟紫色，你有病是不是？这太夸张了吧！来哦、喔，来哦、喔，77应该过啦，应该过啦，我觉得应该过啦，应该过吧。我这个鸟去帮忙攻击一下，意思意思一下。69只，我也没钱，100多万，还100多万。对，你的紫电看有没有机会多交一些，看有没有机会多交一些紫电。对对对，紫电多一些，啊，叫满的就、啊、出一只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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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看你老虎要不要卖掉一只，老虎有太多只，因为我这里也有，你那边也有，再卖掉一只，再交一只紫电，升级，好打 boss， 可以吧？别啊，你叫了，不用叫那个，不用叫这个东西了，不用叫狩猎了，我们要的是过关，我们要的是过关，好，哎、欸，他不动了。靠杯，不要这个时候还出 bug。先砍王，先砍王。27秒，好，砍王，砍王，砍王。技能拿去砍王的。哎、欸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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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彭巴也不用啊，彭巴那个角色就，你看连新手都不需要到彭巴，你知道吗？彭巴放那边干嘛？彭巴其实老实说，连叫都不用叫。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有打掉，有打掉，有打掉，有打掉。哎、欸，所以说，我跟你说，真的不需要攻击伤害。我就说，我曾经有一支片，我就说
那时候大家的青蛙都还是很惨的时候，我就有拍一支片，不用攻，不用伤害，要的就是蓝丝。你连伤害都不需要，你只要有攻速有回眸，而且我的攻速跟回眸还是长这个样子哦。对，攻速不高，回眸不高，控制要有，基本上就能过了。但是蓝丝要12，哎，不用，可能不一定啊。可是如果你不用的话，可能你的攻速跟回眸要更高。对，所以，对啦，这可以吧？这验证了吧？不需要伤害，哎，蓝丝趴伤就够了，你知道吗？蓝丝，对，真的，蓝丝趴伤就够，蓝丝趴伤就够。